今天跟着 RG 特派员来趟松烟一日游，开启一天的闺蜜疗愈行程 ，Go Go！ 可以不顾形象大吃大喝，再到私房点位随走随拍，最后再一起手作体验。第一站来到乐霸猪肋排。超浮夸的餐厅竟然比店还大，这道必点。起司巨无霸猪肋排，跟闺蜜一起豪迈大吃，薯条酥脆好吃，意大利面还可以无限吃到饱。第二站松烟街拍，松烟成品对面，随便摆拍都好看，楼梯间也别有风味，运用角度制造前后景。松烟成品的左侧也很好拍哟，白色方格很有设计感。第三站来到 Qbox 手作旗舰店，感受一下艺术的氛围，一边欣赏窗外松烟美景，一边跟闺蜜一起动手做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灯饰。想知道更多松烟旅游攻略，请 Google 搜寻 RG 特派员。我是李娜，我们下次见。